来求破的宝贝们，今天啊来试一下古茗现实返场的这个 Prud， 这是龟鹏最爱的小当家。嗯，因为之前你知道吗，我们一直在甘肃没有古茗，完了这回让我们要尝一下这个 Prud。 我刚刚尝了一口，我觉得太甜了。不甜呀？你比我不能吃甜，你吃着不甜。我吃着不甜吗？我吃着老齁了。哦，泡面薄片，我先泡两片吧。上面写的是干吃的话比较脆爽，先干吃一片。就是我们在外边吃的那个面包店的烤面包片，但是它也是有奶香味的啊，单吃也是挺好吃的。下面有那种应该是泡好的椰片，还有西米，还有点啥东西，类似于 QQ 糖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它底下的这些料，口感层次非常丰富，确实料很多，这一桶像粥似的。尝尝这个，泡着好吃，嗯，真的。泡着吃的话，它就是奶香加椰香，还有这个面包片的黄油香。小孩吃挺让大人看着点啊，大人吃请慢点细溜啊。这底下我看一下是啥，料是很足的，没啥话说，就是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白色的就像是 QQ 糖。嗯，它这个红色里面夹着有点像有纤维感的那种。嗯嗯，对，嗯，吸汁面包片 YYDS、哎、你给我留点那个红色的好好吃啊，我好喜欢。那你呀、啊，有一说一，古茗家就刘晓彤经常会点，然后呢我蹭着喝过了这些，这个泡鲁达是我感觉我能给最高分的。我看网上对他家测评就是评价这个可高了，但是我觉得古茗听我一句劝，能不能再减点糖，我这点的是七分糖的，我也感觉对我来说真有点齁。那你为啥自己不点成五分呢？没有，它只有七分和十分。那就是糖再少就影响口感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七分有点影响口感，太齁。古茗听到，古茗最好咱们再多一个选项，咱们再多一个三分或者四分也可以啊，零分零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，散会兄弟们，这个真的去尝尝，去尝尝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